都进来。好，这个民警还真是挺好的，在杭州啊，发现了有人要被电信诈骗，找到这个人的单位以后呢，人找不到，电话也不接，什么什么也不接啊，然后就发现他工作的电脑啊没关，里面有一个 QQ 挂着了，他就问这些个同事说你们谁有他这个 QQ 号，24个同事都举手说我们有，说赶快进入他这个群里面去啊，然后就在这群里面不停的给他刷屏啊，说你这个电信诈骗了，被骗了，你千万不要给转钱，然后这个女孩就打电话回来，这样才接上这个电话。因为这个电信诈骗呢，它首先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屏蔽系统，就是它要搞一套语言告诉你说外部的信息你不能再接收了，外部都是坏的，全是坏人，说不要听别人的了，全给你封闭起来。那一建这个封闭系统的这个人就基本上残废了，是吧？好在民警很聪明，让他的熟人，对吧？不是说我是个民警，来这个提醒他，因为他拒绝嘛，就让他的熟人赶快和他联系。终于他回了电话了，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回来了，是吧？说咋回事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这里在干啥干啥的？警察都来了，你赶快停止吧！啊，他才顿悟，是吧？头脑才清醒。啊，阻止了一场要被骗20万的一个大惨案，啊，给民警点赞的啊，有好。